城市的霓虹灯光怪陆离的像一座迷宫，让人头重脚轻，晃晃晃呼呼。看到你高大的身影渐行渐远，渐行渐远，最后淹没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。那一刻，我的心听到我最喜爱的青花瓷落地的声音。很多事都无法避免的发生，很多无法解释的误解一桩又一桩层出不穷。我们各自又无法割舍双亲，为了对方数千里的远赴，我们的爱也就无法再向前走。经过多少次痛苦的反反复复的权衡，你最终决定远走。我知道这一走，今生几乎无再重逢的机会。我深深的爱人啊，你可知道，自你走后，从不懂女工的我爱上了十字绣，一针一针把你绣进了我的心中。人生看上去很美，我是今日头条阿邦61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